芝麻抹茶，又偷买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是做公益，公益桌历。公益的，真假的？对啊，你看，公益健身桌历。所以是怎样健身的东西吗？对啊，所以这一些蛋白。这八包是八蛋白饮。对啊。你买蛋白饮做公益？不是，是桌历。桌历，那拿出来看啊。哦。还有一些。傻小啊！看一下，公益桌历，你看 ，Kids Gym 公益桌历，来翻翻看。你确定你是在做公益吗？公益桌历啊！你干嘛买这个？你干嘛买这个？做公益呀！做公益的，多少钱？450啊！干！买这么奇怪的东西做公益？我觉得你应该是在买色情杂志吧？不是啊，不要乱讲，这是做公益，他们是……等一下，他们有一二月，他们有一二月。现在几月？你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的？二月啊。二月，你二月买新年桌历，你有病哦、喔！然后他没有一二月、欸，刚好啊，他什么鬼啊？怎么会有桌历是没有一二月的东西呀、啊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这个是要干嘛？你放在哪里？放在办公桌上啊，四月就快到了、欸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清明节。所以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的私欲买这个东西吧？你哪是做公益啊？做公益啊，他就是一群从20出头岁的女生到50出头岁的女生，然后他们都有在运动，有重训啊，有在跑步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号召的人，好像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好了，随便啦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就是做公益啊！然后你说有50几岁的？对啊，20几岁到50几岁都有。在哪？哎呦，这个还不错哎，这个屁股好看。啊，就是有在运动没？这个屁股还不错。运动啊、嗯！现在什么情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个是要放在你自己办公桌上面吧？啊、就这个、啊，这个50几岁，50几岁，50几岁哦。对啊，不错啊，身材很好啊。等一下，你连50岁阿嬷都要？不是什么阿嬷，人家是有看50几岁阿嬷啦、啊，你连阿嬷都要？你看一下你这个月会开心吗？开心的，你干嘛这样讲啊？干嘛这样讲啊？人家很厉害、欸，你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所以你买这一本450。是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怎样？怎样？这个是怎样？这个，哇靠！等一下，你这样确定你有办法上班吗？可以啊，就是放在那边，然后会提振精神。好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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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着。所以你是买这个东西，买这个东西，然后做公益。那跟这个是怎样？这是干嘛？因为他们是就是有在运动健身嘛，然后这可能就是他们送了一些辅小品啊。所以450这一本，然后送这八包乳清。对啊，那还有，你看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两个这个他们的扛棒。扛棒那是干嘛的啊？蜗苣免费运动3月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看。真的、啊。蜗苣免费运动啊？屁的！一定要叫你签约吧，免费体验哎、欸。也是免费运动。免费运动，然后嘞、欸、还有什么？啊嘿，还有哎，你看，哎、欸、一堆、欸，看什么？哎，还有你看，可以去做眉毛，干做眉毛屁事啊！啊就刚好有人的职业是做眉毛、啊、可以帮你打折，你可以去做眉毛。你看单次入场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也是运动的。然后摄影折价券，摄影的，你看折800，折800折价券。啊、想800元花，干他拍一次10000多，烂。美女，这是干嘛的？就这样，做公益好不好？公益个屁呀、啊！试试看看这个乳清。你如果跟我说你是买这些东西做公益，我可以接受。但你跟我说你买这个。买这个、啊，这个、啊、买这个，然后上班、欸啊，然后上班的时候4月，你给我看4月，你给我看4月哦。你给我看4月，乖呀、啊，价值不菲。4月、3月 OK 吧？3月你就给我看4月，欸、你给我4月，你给我看，你给我看4月哦，你给我看哦，4月这样上班
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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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今天不要吃饭了。